哎，这是什么？别碰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摔了？我该怎么办？快别看了，放我下来啊！ 他现在在想什么呢？庄小满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喜欢上你了。回去还是洗一下吧，花房的水不太干净。没关系的。那个，我刚刚从花房拆了一只。 庄小满，苏子峰，庄小满，你想我没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林信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位是你朋友吗？哦，他是我，庄小满的未婚夫。这么主动。 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？你离婚了？哎呀，这说来话长。不是，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？一看就不怀好意。当然是为了见你。地理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乡村的专题，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。哦，那真是好事儿啊。那你带我去一下你们村委会呗。行，我带你去。你没变样啊？你也没变。 走啊，林信！哦，有点自作多情了呀，林信。骑车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放心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出发。走。你先回去吧。哦哦。不就是个学弟啊？ 至于这么高兴吗？走，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坐好了。看那边。哇，好美。还有我们这边。 别给他们看见了。我没事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来这儿，你听，河流声会让我觉得特别安静。嗯，这么偏的地方，真是一点防范心都没有。啊，还有这儿，你看，这两边全部都是毛竹。毛竹？啊，毛竹四年之内只不过长到3厘米。
到了第五年之后，会以每天20厘米的速度而增长。这就叫做深耕细作，笃前行，一朝收获，终有成。你还是跟学校那会儿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子枫，你这次来的特别对，我们大东村有特别多美的风景，到时候我都带你看看。好啊。哎，你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小子故意的吧？还好吧，我说你这个未婚夫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？我着急有什么用？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啊，这是我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说这个角度拍照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的，来，你也试试。我不会这个。相信我，你可以的。把手给我放开。这小子他绝对故意的，不是他绝对有猫腻。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。行，你冷静，我去把这小子的手给剁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去啊。我。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多拍一些照片，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。嗯。小婉，哎呦！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枫。原来你就是子枫啊！我经常听小婉提起你。你好。怎么回事呀？是。我来帮你。谢谢小婉，谢谢。像小婉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真好。嗯，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。是吗？子枫，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拿啊、哦、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是阿姨自己做的包子、好吃、谢谢。哎，别阿姨，你做的包子真好吃，让我有种自己家的感觉。这么快就来喜了？那你呀、啊，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啊。嗯。既然这么投缘，不如你认叔叔阿姨，做干爸干妈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我就是你姐夫了。我爸妈呀，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啊，做梦都会笑醒。请吧，给叔叔阿姨敬茶吧。我真的会谢谢你。别了，来来来，别客气。哦，怎么了？好烫好烫，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吹吹吹吹。我看看。没事，宪哥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真是马马虎虎。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，走。哎，去冲冲，去冲冲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。对，来小林，没事，给，哎，吃包子吃吧。谢谢阿姨。快吃。庄小满，他是故意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还好伤的不严重，不然可怎么办呀？我没事，宪哥也不是故意的。林宪也真是的，都怪他不小心，不然可怎么办？庄小满，嗯，阿姨叫你，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去问他。子枫，那你自己先涂一下。你可真喜欢给别人擦药啊。他滑板还留着呢。苏子枫，你马上开学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快回来！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
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。太久没练，我都不会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，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。程小满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地里啊？问你问你们。哎，地里今天没有活了呀？那你继位了吗？我爸早上喂过了。哦，那你继续玩吧。嗯。哎，林宪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是啊，宪哥，小满的滑板就是我教的，你想不想学？不用了，没兴趣。这么不合群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上。妈，哎，你看见我滑板了没？没看见。啊，奇怪了。哎，林宪呢？他呀，出去了。他说到小卖部找江浩了。那我去看看。注意安全啊！就不信，我还学不会了。就是滑滑板吗？谁还不会呀？喂，浩子，林宪去你那儿了吗？啊，他没在小卖部。哦，好。千万别看到我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糟了！林宪，什么情况？我的滑板儿，哦，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小马，该走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宪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儿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宪哥不去也行，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哦，一起吧。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
往后一点点。哦。好。别动哦。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我没有带摄影助理。没事，如果仙哥不想帮忙他也可以，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林夏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。啊，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。这东西，稍等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动，装回花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林谦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也是为了摄影在调整吧。别紧张。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忌着。可以稍微的。苏子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林谦，你干嘛？放开。我不放。放开。你先放。你那放手。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注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仙哥，你是误会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，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来，继续拍。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好。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满，学点小满，可爱一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再来两张，再换个炮，换个炮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你催什么催？你看不见吗？滚！滚！这个拉我，这个，这个。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我怎么？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游泳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简直胡闹！哼，眼砸了吧？别装了。有这么冷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真幼稚。但你也不能害我呀。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？来，喝点热水暖暖啊。
他。好。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。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，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，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，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林夕，少说两句。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？怎么你看着我一个病人？林夕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子枫都着凉了，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床。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吗？我小满，我有点头疼，要不你先让他出去一下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快走快走，走啊！四不忙碌。春小满，你去干嘛？子枫今天受凉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。他自己又不是没长手，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，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？我看你是真没脑子。随便你。哎呀，眼前这幅画面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。说吧，你来大东村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啊。小满，还是我来洗吧。小满，别过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来。喝碗汤。谢谢阿姨。小满做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。那你多喝几碗呗，别撑着了。是啊，宣传照也已经拍完了，你多喝点，明天好上路。你可闭嘴吧你。子枫，你喜欢就多喝一点，别客气。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早上打照片的时候才发现相机坏了。啊！鬼才信你！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那只能重新拍摄了。哼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想走。还要多久啊？那说不好，相机坏了，那寄回去。怎么着都得维修几天。哎呀，子枫作为摄影师，肯定也不想这样的，对吧？没事没事，不行啊，让子枫多住几天，再拍一遍。子枫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我们一起解决。那重拍的这几天，我能住在你们家吗，小满？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嗯，那个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凭什么他能住，我不能住啊？那不一样了，那小林是我未来女婿，她不住这儿能住哪儿？反正就几天，要不林先跟子枫挤挤。你说的倒轻巧，你怎么不跟他挤一挤啊？那怎么行？静雯可是一个人住，那要不然你跟我挤挤吧。我谢谢你。小卖部那么小，怎么挤两个人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住我家吧。成了，漂亮。林夕，你跟子枫挤一挤。那挤挤就挤挤吧。我去收拾东西了啊。哎，你吃点呀。这家伙怎么没完没了的。哎，住的挺不错的呗。
哟，练着呢。我这一来，你是不是挺慌张的？哼，故作镇定。跟你说话呢。真是盲目自信。慌张？那倒没有，只有嫌弃。你不觉得我这么住下去的话，会完全把你取而代之吗？你做梦吗？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吧？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。林仙，我敢保证比你真心。你这是幼稚。不如你主动放弃吧，你觉得呢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说不过我，动手是吧？你已经输了。子枫，你真的相信昨天晚上林宪和小满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觉得林宪最大的优势就是近水楼台，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满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觉得你得跟林宪一样住进小满家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，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。陈静雯，诚不欺我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小满。嗯？嗯？爸妈，你们搞这个干嘛？哎，这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。子枫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对呀、啊。林仙他把我赶出来了。小林，不会吧？哎，他那个房间那么小，住两个人肯定是挤了点儿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帐篷漏风，你会感冒的。没事，叔叔阿姨，小满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不用管我，我将就一晚上就行。晚安。子枫好歹也是客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过分了，林仙。今天先挤一挤，将就一下，其他的明天再说。你也就骗骗小满。林仙，大半夜的不许再闹了。你赢了。承让。睡着了都不消停。小满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我要疯了。
嘛呀？这么晚了。你过来，听听怎么睡。这么可怕。这的确没法睡。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，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个，我房间只有一张床。那你就陪我干坐着，我睡不着，你也别想睡。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就这样干坐着。那你还想干嘛？我想睡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要弄一些吃的、喝的，聊聊天什么的？没心情。你明天就把苏子峰给我赶出去。这不好吧？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。那以后他一把我吵醒，我就来你房间找你，大家都别睡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先睡会儿。我想一想。先想一想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想。你是在梦里想吗？哎，你想到没？庄小满，庄小满。睡这么快，真是会耍赖啊！你睡觉也不老实啊。小满，放开我！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。终于可以把咱整张床了。
生了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下说不清了。我先起来了，你再睡会儿，被你妈看到不好。为什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？哎，这还得感谢你，昨天把我给赶出来。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？你俩不会，你俩干嘛了？昨天？哎哎哎！告诉我你干嘛了？昨天？兄弟，给我讲。阻止分心在吗？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快递？啊，谢谢。谢谢。相机？我没买啊。还真不错。你相机不是坏了吗？这是我赞助给你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说送就送啊？现在有了机器，可以开始拍摄了吧？拍不了，这天气太阴暗了，光不好，拍不了。这光怎么就不好了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是外行，不懂里面的门道。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，但其实天差地别，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。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？得看天气的造化了。但是好的天气难得一遇。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哇，好美呀，这里。这边。子枫说他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，想要找点灵感，我就带他来这里。阴魂不散。哦，哇，小满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对啊，这些全部都是。最近都是林县帮着我一起打理的。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？怎么谁都能来？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回去干活了，走。
你稍微笑一笑，你稍微笑一笑。哎呀，干活有什么好拍的？小满，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？我看看，再来点吧，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。好。嘿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帮忙别在这捣乱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劝你善良点儿。爸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故意的。讨厌的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还得去江浩那儿拉化肥呢。林信，你去吧。那拍照的，你这么闲，跟我拉化肥去。我没时间，我跟这儿拍照。那小曼，你跟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啊，没事。走吧。不就是拉化肥吗？小意思。快点啊！小心你的手啊！这么大块头，这么没用。来，慢点啊！你别小瞧人。别太冒昧。大摄影师，干不了这些粗活，就别干了吧。小意思。稳着点啊！别动，坐好。你让我开，我就一个。查到苏子峰的来头了。说。他确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摄影师，他与庄小满在大学期间两人关系非常好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人是情侣关系。那到底是不是？没有当事人官宣，无法确认。哦，对了，苏子峰拿了巴黎艺术学院的 offer， 但是他还没有确认要不要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我会死死盯着你，你绝对别想跑到隔壁房间去。那你可要盯好了，你一睡着就打呼噜。你一打呼噜，我就睡不着，我就打住，打住，这样好吧？只要我一打呼噜，你就踹我，行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可以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还真踹呀！没完了是吧？今天晚上我不睡了，我死死盯着你。在哪儿？就在那个进门书桌旁边第二个抽屉。啊！
人呢？找到了。你昨晚干嘛去了？你觉得呢？林宪，你挂我电话什么意思？你有事就说。林总，你要的项目材料。现在乡村振兴政策非常好，我们的新项目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。爷爷，你把我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吧。您真是有远见。这个项目可能是解决我们集团这次危机的关键，尽快推进。好。林总，你还要在大东村待多久啊？董事长那边快扛不住了。现在业内已经开始传言说你们林氏不行了，你们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，你再不抓紧时间我也帮不了你。好啊，那我们的约定取消吧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拒绝了我，你们林氏一定会完蛋。又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的房间。你才搞清楚，这里是庄小满的家。你还不是男主人。是不是你说的算吗？你我说的都不算，要庄小满说的才算。需要一只，就它了。这只适合做白斩鸡。没用的东西。看起来很棒啊。端走吧。还要往里面加什么调料吗？嗯，只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块，记住别切太大块。好。用刀切块，简单。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盘子，你完了，保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小满，做什么好吃的嘞？啊，小满，你怎么这么马虎？谁叫你切鸡直接放盘子上切？你看把盘子给我切的。阿姨，是我，对不起。
是小林，没事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妈，是不是你最爱的盘子吗？哎呀，不就一个盘子吗？咱家盘子多的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亲儿子呢。你看这孩子说的，女婿跟儿子不是都一样吗？看这火还没关呢。算你幸运。重新装。子枫，进展顺利吗？怎么，想放弃了？我心里没底儿，也不知道小满对我什么感觉。其实你和小满认识的时间比林宪早，按道理来说，你们的感情基础更好才对。你说，如果我跟小满表白的话，他会答应我？我只知道，如果你说的话，就还有机会；但如果你不说，小满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心意。你说的对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看来苏子枫并不能阻止小满喜欢上李现。我家帮林氏渡过难关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也给你时间去甩掉庄小满这个麻烦。你现在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林氏会完蛋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陆瑶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考虑清楚，如果你毁约，林氏一定会破产。这些不行，那小满，小满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每天在你面前上蹿下跳的，你好像根本就看不见。我陆瑶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陆瑶，这个陆瑶该不会是……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们陆家很看重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提醒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原来林氏早就不行了。哎，林总。小谢，我应该怎么知道一个女生的
戒指尺寸。林总，我问一下，你要准备干什么呀？你在干嘛？借滑板玩一下。滑板？你睡。子夫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小满，嗯，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，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小满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呀，你是我最亲近的学弟。我不想以学弟的身份喜欢你，可以吗？开玩笑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从大学那会儿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这种不一样就是喜欢。是不是喜欢上烈剑了？可是你们一开始就是假的呀，我怕他。我不怕。
小曼。我修好碗了，来接你回家。嗯，那我们回家。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把我推开。